嘉义邮局局长吴信麟将伫十六号迎新高雄邮局局长一职。原本嘉义邮局的局长一职由桃园邮局的副局长彭富雄来接任。今仔日举办交接典礼，由中华邮政公司副总经理周瑞基来主持监教。嘉义邮局新卸任局长交接典礼，十五号在嘉义邮局六楼的大礼堂举行，由中华邮政公司副总经理周瑞基主持监教。卸任的局长吴信麟是嘉义子弟，接任以来积极提升邮政形象，1908年接号并合系得全区第一名。总公司为民服务委员满意度调查，1908年度满意度竟然系全区第一名。16号，伊将迎新高雄邮局局长。原本的职务由桃园邮局副局长彭吕恒来接任。这个当然哈，我们是公司组织，那公司的一个托付，我们要优先达成。但是邮局一向强调，我们是在地的好邻居，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，好，来结合各界的资源，那我们一起来努力。看看嘉义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哈。那邮局一向在关怀独居老人、弱势团体的协助哈。那我们一向非常尽力哈。谢谢。嘉义邮局新任的局长彭吕恒是在各种的业务深知着管理人才、行政资料嘛真完整，以及台含嘉义的团队做伙努力来达成公司的业务目标。另外嘛，将配合着政府单位的合各界资源来发挥在地特色，新进公司地理的角色，以新的思维来拓展新的业务，创造着嘉义邮局的动人来开创全新的局面。最新新闻中，丁松、王秋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Okay, now, from the beginning. Hit it, boys.